我的竹楼窗户都快比房子贵了，你们敢相信吗？做竹楼之前，我也参考过很多种款式，感觉网上很多竹楼都是板板正正，窗户又少，像一个盒子一样的。后来我还是自己设计，我心想窗户多开一点，再整个大阳台，结果就把自己坑进去了。我的竹楼门窗加一起的话15个，算下来有40多片窗户和门。材料和榫卯加工费我花了8000多，自己还要花钱做油漆和玻璃，估计得要10000多吧。我的竹楼到现在也就花了10000多，现在窗户就要花个上万，这不是自己挖坑把自己埋吗？就指这个声音，这个味道，有没有人也喜欢这种摇杆开关？